要看看还有谁敢娶你。哎，小心！这么不小心，怎么样了？把鞋脱了，我看看。疼吗？疼。应该是扭伤了，我背你走。啊，不用，我可以走的。上来，快。是不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？可以说起呢。一下帮我揉脚，帮我脱鞋，还陪我走山路。哎，那朕总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那儿啊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换做是谁你都会做这样的事了？换做其他人，朕怎么可能陪他来捡草药呢？心跳怎么那么快？才没有，完了，我好像喜欢上陛下了。你放我下来吧，别人看到了不好。你怕谁看到了不好？不是说男女授受不亲吗？朕会对你负责的。你不要拿我开玩笑。你再打，朕把你放下来喽。我又不怕。你放下来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朕都要看看还有谁敢娶你。你放我下来，行不行？萌萌到底喜不喜欢朕呢？